喂，哦，小爱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亮屏关机了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小爱，今天晚上啊，亮屏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可能需要关机。小爱，那你放心吧，刘山呢，我派人把他接到检察院来，没什么。别客气，好，就这样。侯局长怎么关机了呢？是啊，是关机了还是出麻烦了？分手的时候我一再嘱咐他不能关机，是不是出事儿了？你也别着急，应该不至于这么快就出事儿吧？我们无法假设，能不能跟你们的卧底联络一下？你赶紧给林华华打个电话，让他把这个刘山接到咱们检察院来。是。侯局长，是这样啊，这个刘新建呢，以前一直是我爸的医秘，啊，一干就是8年，这已经是情同父子了。所以我们家老爷子一听说这刘新建出事儿了，就让我这赶紧过来了解了解情况。不严重吧？现在呢，还不好说。询问还没开始。哎，今天上午不是已经开始问了吗？你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呀。你还说呢？你一打电话我就停了。哦，那就是说我还是有点面子啊。请问你这干什么呢？我是这儿的经理。王经理。哟，常主任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来看看高总有什么需要。不用了，有什么需要高总会去找你的。哦，我能跟高总说两句话吗？不行，1号楼现在已经戒严了。戒严？嗯，程主任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没开玩笑，我们厅长跟反贪局长在谈反贪的工作，嫌疑人免进，对不住了。嗯，好，明白。刘主任，要我说你还是别指望你小姨夫了，你现在呢只能依靠组织，而你的组织就是咱们荆州阿尔法信息公司。郑总，我现在还没决定要不要加入您这个公司呢。就是不加入也没关系啊，网友跟网友之间互相请请客、吃吃饭也是正常的，对吧？你看，你是第一次来咱们荆州，我呢今天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是能吃能喝还能唱歌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我亲自送你上车，怎么样？嗯，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，咱们两条异虫之间也能互相请请客，是吧？来，上车。刘山，林姐，刘山，我是林华华，华华姐好。哎，你怎么跟这种人接触啊？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吧？可是经常游走于法律底线边缘的人。一不小心就会犯法。哎，我说林大美女，林大检察官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明白，吃醋了是吧？我吃你什么醋啊？我是怕我们刘山上了你的当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刘山可是我们侯局长的亲戚。哦，明白了，巴结领导是吧？我这是保护妇女儿童。哎呀，你们走不走呀？啊，走，来，刘主任，上车啊！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干嘛呀？我得保护他呀。哎，车坏了，你们都得下去推车去。自动挡的车怎么推啊？打不着火了，那不是没油了吗？哎，我说宝副总，你作为本公司的车管，你是怎么管的车呀？我就管一辆车。那一辆车你也没管明白啊？这种低级失误怎么能犯呢？啊，尤其是当着北京来的朋友的面。你我什么我？你什么你？闭嘴！
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种失误不允许再发生了。今天惩罚你，你不许去吃饭，在这修车。啊，我哎，咱们打车啊。一号楼已经戒严了，进不去。从六号楼看出去还正常，餐饮部已经开始走凉菜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瞒你们说吧，刘新建不是块硬骨头，心理素质极差。我判断他呢，随时随地都会喷。所以亮平啊，我跟咱们老师担心的呢就是这一点。你想想啊，就这个刘新建，他要真是乱咬起来怎么办呀？你比如说啊，他要是咬到咱们老书记赵立春的头上，那你说该怎么交代？聊得怎么样啊？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要不我们就上桌吧。啊，那正好我从北京带了瓶茅台，咱们边喝边聊。我喝啤酒就行了。那不行，又不是二锅头。必须喝，急眼了。你们先喝着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在哪边？左边电梯间。好。餐厅呢？陈主任。检察长，公安厅要查我们的枪械。什么？查我们枪械？公安厅啊，他们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查我们枪械呀？你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公安厅的同志说，荆州城乡结合部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枪击案，他们担心配枪单位出现枪支流失的情况，所以向我们了解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绝对是鸿门宴，公安厅突然想起来要查我们枪械。亮平啊，放着这么好的茅台不喝，你醉过啊？是啊，醉过醉过。哎，局长，敬你一杯。老弟，哥哥呢？今天特别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哎呦，早该说心里话了，老学长。你说你费那么大心思。我冒那么大的风险，咱俩之间要再不说几句心里话，这对得起谁呀？不是你等等等等，你冒风险，你那意思是说我们这是鸿门宴是吗？啊，自己承认的啊。怎么着啊？这项庄是不是该上场了？切。怎么，王经理？亲自送菜了，啊，今天客人特别多，服务员人手不够，那也不用捞你的大价呀，还是我们来吧。来，让我来给客人们分一分。不用，让他们自己分。您请回。好，麻烦了。侯局长，来点鲍鱼。哎，我说你们别看着我，你们也吃啊。我不是赵总，我今天来吃这顿饭啊，是冒着风险来的。我知道你们这儿
都有监视器，这万一以后翻脸了，你们就能赖上啊！把我和这茅台、鲍鱼的照片往这网上一挂，我这反贪局长还怎么干、啊？你看看侯局，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那你把我和齐厅长当什么人了，是吧？饭要吃，事儿要谈。对，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了。我们畅所欲言，将来有一天你要办我们的时候，那可都是证据啊，是不是？不可能，我的录音笔和电话都交给程主任了吧？啊，我有什么证据啊？倒是你们可以随意剪辑我的录音，到时就能证死我。聪明啊，侯局长是聪明人。这跟聪明人打交道才是一种享受啊，啊，是吧，赵总？能让你感到享受，我很荣幸啊。来，今天啊，我不用你请客，刘山也不用你请，我们俩的饭钱啊都由我出。回头我去找我们侯局长报去。林大检察官，您这可不好啊，不团结。反正你们都是报销，也不差我这一个，连我一块报了吧。嘿，我们反贪局为什么给你报啊？不是，给我报怎么了？你不是让我给你写那个核查材料吗？你不付材料费，请吃顿饭还不行啊？那也得看你给的材料有没有价值了。毛毛虫，这地儿啊是你选的，你熟，菜啊还是你来点吧。有什么可点？我看这上面都挺贵的。贵吗？服务员，我打勾的全点上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我们反贪局长个人报销，我劝你最好给他省点。哎，那咱们还是吃面吧啊！我可知道这个反贪局长他没钱。行行行行行，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了啊！今天是刘山第一次来咱们荆州啊，上我这儿应聘来了，理应我来请这顿饭，好吧？这个刚才点的不算啊。行了，就这几个。这个亮平啊，那么说啊，你呢虽然是从汉农大学毕业，但是毕业之后呢，你就去了北京，所以汉农的情况你并不是特别了解。你要知道，汉农能有今天，那绝对离不开一个人，那就是我们的老书记赵立春。汉农有今天的改革和发展，老书记功不可没。你要知道，老书记在这儿经营了30年。这些我都知道。咱们高老师、李达康，不都是老书记的大将吗？这老爷子提拔了高书记、李书记这两个改革干将，啊，但这提拔的人多了呢，难免也就走眼的时候。但也不一定啊，也许当时他就是好干部啊，这慢慢的他腐败变质了呢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比如说就这个刘新建，真的痛心。我们老爷子听说刘鑫这事儿啊，这急得心脏病都犯了，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。还有这事儿呢？哎，那是不是老书记他真的拿了刘鑫的好处呢？这话呢，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就直说吧，反正也没录音录像呢。刘主任。没事，可劲儿吃。毛毛虫，我跟你要的那喝茶材料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呀？林大检察官，您还没把这事儿忘了呢？那行，那我先问您，我那6000块钱的招生费，您给我追回来了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这喝茶的事儿啊，没意思，您别问了。对你没意思，对我有意思啊，你就当帮我个忙呗。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求我呢是吧？林大检察官，你要是早这种态度的话，那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行行行行行，那我今天就跟你说说这个喝茶啊。这个喝茶呀，里面门道可不少，就包括来组织喝茶的这些人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经常找我去喝茶的人，他不但给我钱，而且他会在政府的底标价上加那么一点，让政府也能赚到一些钱。但有的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不但不给我钱，不让我去喝茶，而且也绝对不会让政府多赚到一分钱。
你能举例说明吗？你知道咱们省原来那个老省委书记赵立春吧？知道啊。他有一个儿子叫赵瑞龙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不是在汉东开了不少公司吗？现在都成大集团了。对啊，中国汇龙集团就是他的，他旗下有不少公司呢。在咱们荆州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叫宏大，这家公司太黑了。亮平，你知道赵总他们这个中国汇龙投资集团是什么身家？300多个亿。所以说，老书记根本不可能在意刘新建那点蝇头小利。老书记主要是怕呀，有人利用刘新建这件事情做文章，搅乱汉东干部的团结。他是怕有些人拿着反腐这面大旗，在这儿做小动作。明白，这些呢我都明白。哎，赵总啊，我很好奇啊，你的这个经商头脑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怎么会就成了一个时代的先锋呢？我知道侯局长是怎么想的，这反贪局长嘛，这肯定是拿怀疑的眼光审视世界，这个我理解。但是，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我还有汇龙集团挣的每一分钱，都是阳光下的清白利润。当真都是清白的吗？没有任何一点权力的含量吗？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。好，为你的清白，干一杯。他们赵家还敢谈清白二字啊？我呸！我不说别的，就说一个事儿。5年前，赵瑞龙看上了咱们荆州市市中心的一块地，人家把话就放出来了。这块地我看上了，谁敢来拍，谁敢跟我竞标，谁敢上我这儿喝茶来？哎，喝茶行，但是你得长一副铁嗓子。他们这胆儿也太大了吧？这是威胁啊！这是，怎么着也得找几个人假装竞下标吧。一开始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，他不让我们去喝茶，他总得找别人去吧。但是人家不是这么干的，你猜人家怎么干的？那叫一个绝呀！绝哪儿了？首先你先猜猜，跟他去竞标的是谁？我估计你也猜不着，汉东油气集团老总就是刘新建。一说到这个刘鑫，我呸呸呸，念他的名字我都恶心。这个人不要脸到了极点，你知道吗？外面都传说刘鑫建就是他们赵家的一条走狗，要我看呢，说他是走狗都抬举他，他就是一条宠物狗。竞拍的当天，他们汉东油气集团的人居然走错路了。你想想，他们可都是荆州的本地人呐，居然会走错路，这多可笑啊！最后就因为找不到路弃标了。就这样，赵瑞龙以不到2亿的价钱拿到了这块地，反手12个亿卖出去了。他们这属于涉嫌犯罪？没有涉嫌，他们这就是犯罪。宋总，我跟你说的有点多啊，林检察官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我那6000块钱招生费的事儿吧。这些人这些事儿你们也不敢管也不敢抓，说他没用。郑前同志，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。我告诉你，刘新建已经被我们拘留了。你这么一说呢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既然我们都是清白的，那就不怕别人来查。你也别怕刘新建乱喷，我也不怕喝这酒。茅台酒是好酒，不喝醉我，是不是老学长？来，来。现在这酒也喝了，咱们是不是该下一个节目了？哎，高总，咱们唱智斗。那个戏啊，我就不陪你唱了，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请便。
龙哥，侯亮平领了一支六四式手枪，还有十发子弹。我猜到了，他今天根本没诚意。可奇怪的是，他进门的时候没带枪啊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当时我就在场，他带了一支录音笔都被我们发现了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是卧底把枪带进来了。这个也不可能啊，那个卧底我知道是谁，我没让他进去。要不然我去搜查一下。不必了，你把那卧底控制住了，将来他就是杀害反贪局长的凶手。老学长，今天还是你的胡司令。那个猴子，你先坐下。猴子，有些话呢，我特别想跟你聊透点。说吧。我、你，还有高总，咱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就说我为了走到今天这个位置。我专门娶了一个老娘在我家里边供着，我一直供到了今。哎，我说老学长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不赞同了。梁璐老师也年轻过吧？她当年也是女神啊。你娶她的时候，她可不是老娘啊。猴子，你怎么就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替我想一想呢？我真的不想伤害你。我又何尝愿意伤害你啊，学长？我是真不希望你有事儿啊。那行，老弟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那就干脆说透。你开个价。什么意思？你到底呢是想要钱，还是想要股权？要多少？那我要做什么？这得先说清楚吧。一切正常，他们好像在密谈着什么。赵公子已经离开了，去向不明。我在车上都跟你说了，侯爵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你们？包括齐厅长吗？是。齐厅长在我们山水集团的确有些股份。学长啊，你还真敢做生意啊。没办法，我前三辈子穷怕了，真的。你要这辈子我好不容易攀了一个高枝，结果人家还看不起我。那咱们高老师呢？他有没有股权？没有。咱们老师你应该了解，他要的是一片江山，或者说是一种接近于无穷大的权。你就算给老师一座金山，他也会把这个化成权。侯亮平愿意相信祁同伟的说法，他们的高老师迷恋的不是财富，而是权力。可在这盘复杂诡谲的棋局中，老师真的洁白无瑕吗？真的对祁同伟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吗？侯亮平现在已经不敢对老师打包票了。高玉良深感惭愧，得意门生祁同伟的面目渐渐清楚了。这是一个为了个人利益不顾一切的险恶人物。这么多年来，自己怎么就重用了这么一个人呢？怎么直到今天梁璐来告状，才发现了这一失误？他一个政法委书记的政治嗅觉和警惕性，都哪儿去了？高老师啊，嗯，你这是不是在惩罚你自己呀？
算是一种惩罚吧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惩罚。啊，行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饭菜都凉了，吃饭吧。啊，收了。这个梁璐居然到你的办公室去告状了，这种事儿他从来不跟我说。他敢跟你说吗？祁同伟庇护轮奸分子，这还得了？不光违纪还犯法。不过这两口子关系一直都不好，而且又没个孩子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梁璐有梁璐的毛病，但这种事儿他绝不敢乱说，而且只跟我一个人说了，还不是为了祁同伟好。那倒是啊，毕竟夫妻一场嘛。我怎么用了这么个学生？对不起组织，对不起人民。那你还硬撑着推荐他做主管政法的副省长？现在想想都害怕。他要真做了副省长还主管政法，那韩东真没有王法了。所以我今天就止不住一股正义冲动，去找沙玉金了。找得好，我支持你。行了，学长。高总，咱们还是唱起来吧。等等等等。我们刚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呢。高总，侯局长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。唱。坏了，卧底失联，肯定是出事了。东来，不能再犹豫了，按计划行动。立即行动，目标山水庄园。我们出发。好，走吧。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，才有十几个人，七八深藏，他大力提壶取水，面不改色，不是一样偏走了东眼兵，我才躲过大难一场。死者呀，救命之恩终身不忘，安虎谋将一起终当报偿。要不我出个价。老学长唱的真不错，嗓音真好。说了半天，你正义的脚步还是止于杀绿金门前了。哎，我现在不是当年那个只会教书的法学教授了，不能太书生气。但是你就不怕祁同伟给你闯下个弥天大祸？他可是有人有枪有权的公安厅长啊！怎么不怕？我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啊，我会建议省委立刻把他撤掉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大局可言呢？沙瑞金过来了，明年你铁定去政协，你知道吗？你必须跟这个祁同伟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能再护着他了。你不能让人觉得祁同伟是你的亲信，你应该让人觉得侯亮平才是你的人。侯亮平要是我的亲信，那就好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也必须跟这个祁同伟切割。哪有这么简单呢？我们和赵立春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这祁同伟和赵玉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跟这个祁同伟都绑在一条船上。说吧，你是不是想打胡亮平局长的黑枪？张主任，打什么黑枪？你跟我开玩笑的吧？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？打黑枪总得有枪吧？枪呢？你当然得有枪了。狙击反贪局长能没枪吗？你有一支狙击步枪。狙击步枪？枪从哪儿来啊？从齐厅长的射击室偷来的，而且枪上会有你清晰的指纹。程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诬陷我。一直在死角，我套不住他。对方应该是已经有准备了，而且很可能身上还带着枪，所以你必须得保证一击即中，他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明白。市局已经出动了，守住大门，别让他们进来，我马上过去。小钱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
山水庄园有人涉黄，举报那个群众涉嫌报假案已经被我们抓获了，你们回去吧。程主任，抓一个报假案的，至于动用省厅这么多警力？山水庄园出什么事了吗？无可奉告。是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，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，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，若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也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。消息准确吗？你说呢？父亲毕竟在汉东三十年，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。明白了。把事情处理好，你也出去躲一躲吧。队长，赵局长马上就到。好，和赵局长保持联系。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那那20万定金？我知道。赶紧走。局长，程主任带人抓了举报人。我们行动受阻。赵局长，程度啊，出息了啊，对我跟市局进行报复。瞧您这话说的，我报复什么呀？这不是我的工作吗？哦，你在我这脱的警服，对我跟市局不记恨啊？哟，您这么说，那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那好。程君子，借个道，我找齐厅长要个人。什么人呢？侯亮平啊，反贪局侯局长。没看见他进去啊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。好，那齐厅长在吧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他是不是已经走了呀？齐厅长今天不是在这宴请侯亮平吗？有这事吗？不清楚，既然你啥都不清楚，把杆打开，让我们进去。赵局长，把杆抬下来。
喝一杯吧。侯局长，侯局长，哟，赵局长，哎呦，你真够潇洒的，你，纪检察长等着你回去开党组会呢，他们等急了。呦呦呦，我见到阿青嫂啊，把什么都忘了，我马上回去。陈主任，把东西还给我吧。回去了，回去慢点。赶紧的吧，就等着他。罗总，打扰了。没事。于是同步以肩上的职责，听一番枝繁叶落，看一幕檐下交错，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。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，听一声青梅永乐，看一片繁星闪烁，此时此刻爱与永续，你我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，心情归